市疾控中心对4月22日以来通报的感染者139、140、141、143的标本进行基因测序，结果显示病毒均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，四例感染者病毒序列完全一致，与近期境外聚集性疫情以及外溢至其他省市的病毒序列完全一致。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及基因测序结果初步判断，感染者140、141、143为同一传播链，感染者139的流电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，感染来源还需要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确定。